sugar. Ah, honey, honey, you are my kind of girl. And you got me watching you. Ah, honey, ah, sugar, sugar, you are my.接下来，我们介绍苏人学校的星光大道的精英，在里面选十几位出来精英之精英，有一些在南加州全台湾大学参加比赛，唱歌比赛得过金奖的，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唱歌比赛也得过奖，所以现在。 我们介绍这几位精英之精英，有请我们耿姐，我在家唱首《梦》，这个梦，她已经实现了，因为今天的梦，有请耿姐。
an angel.这个梦太经达成，成功的梦。谢谢坑姐，谢谢，太美妙哦，秦姐，坑是越南话，抱歉、啊哦，没关系，什么话都可以，反正你唱的太好听了。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娟小姐为大家唱一首《童年》，这是广智词人会的《童年》，有请。美娟，吴美娟小姐，有请。她也是我们学校里面的校花之一，人家其他学校校花只有一个人，但我们素人校花太多了，每一个人都很漂亮，所以你看她漂不漂亮？站在我旁边，我觉得弄到我也英俊了，呀、yeah. ，OK， 有请，掌声鼓励。Oh,
也是我们的童年，这既是年来越南进沦陷，但我们很幸运的可以来美国，所以我们的这个童年真的很值得回忆。谢谢，美妙的歌声，请掌声鼓励，多再多再来一次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们请一位也是精英之精英，是唱广东歌的，有请林女友为大家唱一首广东歌《无声睡眠》。 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呀，真的，他走一步路也比人家帅，真的很帅。哎呀，人家时常说我帅，但我现在站在旁边，我觉得哎呀还是输他了。要了。 Yeah.